延续集团生产的医疗器械，也都是经过国际认证的，而且美欧集团能达到的标准，我们也都能达到，价格还极具诱惑力。他们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这样不公平吧？ 延续集团生产的医疗器械，也都是经过国际认证的，而且美欧集团能达到的标准，我们也都能达到，价格还极具诱惑力。他们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这样不公平吧？ 又来了，我全给你们轰走了，专吃你这个玫瑰花。来了一只，我轰走一只；来了一只，轰走一只；我轰走一只，来一两只，轰走两只；来一对，哎呀，给我了一对啊！哎呀，也不知道胖婶这个鸡，胖婶人就狡猾，这个鸡怎么更加狡猾？哎呀，好在我全都给他干跑了，我不能让他们吃你的玫瑰花呀！去吃呗，反正要死。 自己就不知道傲点肥，偷别人的，还一点都不给我剩，是自私。不是因为你殴的比我好吗？那你不会谦虚一点吗？啊？你请教请教我，我教教你，就偷啊！陈江河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 你给我惹急眼了，我就给工人们打电话，把你那坡上种的破石斛全给你翻了，那破大棚全给你拆了。你说你这个破花，要值钱不值钱，要观赏没有观赏性价值，有什么用呢？浇地的水你先用，肥料你也偷着用，地里种什么也得你说了算，就这么大块地也得你说了算，凭什么呀？
这样子卖我就贵了。哎呀，你自己亏了，也得让客人买单呐。客人是条龙，不来人要穷的，这道理你应该是懂的呀。亏你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义乌人呢。OK， change， 你 change。 OK， 那好。Peter， 赶紧去。来，好。 你舅妈现在那可是国际劝架的一等一高手。嗯，什么高手？哎，小陆，一会儿你可得帮我唱台戏啊！你看啊，这个呀，就是咱们陈家村的电子商务论坛，怎么样？你一个村还搞论坛，太扯了吧！什么说话呀你？你现在可是名人，说话可得注意形象啊！什么名人啊？少给我装糊涂啊！今天晚上我反正在网上都特意的感谢你了呢，中午的消息。看看啊，看看。 你看网上写了，不知道。今年的双十一网购没有出现往年的拥堵，全靠这支神秘的团队。你看，这还有你的名字呢，陈露。这高阳怎么把我给推出去了？哎呀，我们小露现在可是刚出炉的名人啊，让舅妈好好给你轰一轰。你把我当烤面包呢？我怎么说啊？你呀，就好好说，多宣传宣传我们陈家村就好了。你呀，就实事求是。 把这些好的都给它说出去啊！你们拿出好戏啊！好，你可以的啊！来，哎，你好，我们是电视台的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这个是这位是陈专家，陈专家。哎，来来来，欢迎欢迎欢迎啊！来来来，陈专家，您的意思是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会消亡，成千上万的摊位创造出的奇迹会消失？会，因为电商会使中间环节扁平化。 我预言所有代理商都会垮掉。说什么呢？据我所知，您是义乌的子弟，而且您父母当年的预制集团，所以我父亲才会突出重围。你说，可是他失败了。把小鹿叫来，是不是叫错了？嗯，转型可能会死，不转型死得更快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记者朋友们，咱们这个采访啊，到此结束啊。那去大家还有个会，我们先走了。到会议室休息一下，谢谢。这是我还没说完。谢谢。 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哎呀，你不是让我说吗？把一些好的说，你说的什么呀？干爸干妈呀，好。他们挺好的。估计他们俩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两个人了。前两天爸还念叨呢，说你救回季贺卡寄东西，就是不知道把自己给寄回来。 两个人能一起经历这么多事儿，我挺羡慕他们俩的。啊，둘이어떻게하는사이야？아무래도좀문제가생긴것같습니다。哎，对了，我上来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不是在沃尔玛吗？我的导师现在是美欧集团的总裁，把我临时调过来的。 美欧集团销售总监，延续集团总裁，对吧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名字起得好吗？延续生命，延续传奇。玉树集团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把它交给大虎做了，还是和德国人继续合资经营。
主要经营的都是些高档的五星级礼品，But I don't care， 它不是我的菜。一个创业板上市的公司，它起码得占一点科技成分吧？这么大公司的总裁，怎么还干这种截胡的事儿啊？你什么时候学会打麻将了？偶尔吧，找个理由把同事聚在家里。我喜欢人多热闹。对了，你鼻炎好了没有？没吃药吗？没有人提醒你吗？这一单我必须拿下。如果你没有拿下的话，你的导师会气急败坏的把你枪毙了吗？那倒不会。好，好，这单我也拿定了。美欧集团是专业做医疗器械的，几十年了。你根本比不过，也争不过。忘了告诉你，我还没有失手过呢。不用你告诉我，这些年你做的每一单我都了解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我不想玷污了你完胜的战绩。我相信你也看出来了。韩国人想借着你我之争谈条件。我看出来了。OK， 资料给你放下了，该谈都谈了，告辞。资料给你们留下了，我们就先别谈了，等你看完他们的方案，我们再联系。박실장일처리를어떻게하는거야？죄송합니다。身上不舒服了，哎呀！啊，
是，我明白。可是这个股票的下跌呀、啊，也不是我们一家的问题，这是大趋势。我明白，孙总，所以还得麻烦你给资金经理都说一下，我们已经在医疗器械上找突破口了。及时联系。好的，朴会长已经答应共进晚餐，半小时后到酒店门口见你。好，那把材料都带上。王总，看美欧来势汹汹，我们能抢到吗？也不是都抢，可穿戴设备是我们的目标，只要签了我们就胜利了。喂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吃饭？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这都已经吃过了，我现在都是按时吃饭。活得还挺健康的。好吧，那再约。OK。감사합니다。朴会长，啊，我是在中国给你带了好茶叶和好酒，尝尝，尝尝。哦，谢谢谢谢。OK， 请坐。咋？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啊，先不着急。我们中国啊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迟到了呢要罚酒三杯。我之前呢也给王先生打过电话。他好像吃过了呀。哎，哦，嗯，马厅长，小姐，快快快快，快快快快，快，好 ，OK， 这酒度数可高啊。哦，嗯，哦，快快快快快快，好酒就是绵柔，啊。哦，马步，马步，哦，哦，还在玩呢，还玩，然后旁边给，快快，啊，啊，你这要让我上来就喝多是吧？要不然你的文件给我，可以考虑给你加个事故办法。哎，是。小鹿，我来了，没完吧？大姐，我足足等了你一个小时，叫没完。哎，我准备吃的去了嘛。就你准备啊？旁边全是卖爆米花和冰激凌的。啊，那都不健康。还有这电影，你让我陪你看，这是什么片子？哎，你看我准备的。服了你了。我总爱吃。嗯。真是。像牛肉。大姐，您没病吧？看电影吃呛牛肉。哎，你睡了一天，肯定都饿了是吧？而且我还准备了大馒头。嘿嘿嘿嘿嘿。
Positions. Way to go! Release the baby! <咳><咳>下是什么样啊？没什么。 喝多了酒不干的，这就是你说谎的代价。行啊，几年不见，心都变了。跟你要了碗参鸡汤，喝完了再进去吧。不用，谢谢。你不是说过永远都不会骗我吗？你还说学生以后就会回来的。 说正经事儿吧，我看了你们的新产品，没想到你们会做的这么好，但是论实力你们还是差一些。你觉得韩国人会接受你们的方案吗？这件事我也考虑过，我也怕两败俱伤。如果时间再拖延下去，其他的人赶来，你的闪电战也就全都没有意义了。那也是你们搅乱的。那这样，医疗设备是你的。 CT 核磁共振 ，DRCR 全都属于你。预防设备和可穿戴设备归我 ，OK。预防设备也属于我，这是美欧的强项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会等其他对手出现。好，成交。 我们去把它喝到怎么样 ？OK。 아, 오늘 잘 먹었습니다. 잘 해봅시다. 아, 아이고. 오케이, 아, 야, 미안, 미스터. See you next time. Bye. 오, 봐봐. 这个朴会长啊，人还是不错的，就是色了点。走，带你逛逛，躲躲风雨。好啊。在每一个四季，海浪都向往着。 怎么样？开心吗？挺好的，谢谢啊。我明天就走了，你呢？这么快就走了？我再待2天，还有点别的事情。
趁我不在抢我生意啊？真没这个意思。谅你也不敢。两杯吧。好啊。我其实特别想知道，当年你为什么非得要走？我生病了。你别逗我了，行不行？我就是想知道你当时走的原因。真相是什么？我的真相就是我生病了呀，我生病了。哪儿病了？这儿。哎呀，行行行，不是鼻炎，不是胃炎，也不是什么心理的病，思想。我知道当年的时候，你对我意见是特别的大，去什么斯坦福大学呀，就是找一个走的借口就是了。这八年没找个人啊？八年我就在等一个人，八年又算什么呢？就算让我等一辈子，那个人我都会等。那要是那个人随时都会离开你呢？去哪儿啊？去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。其实你真的挺不了解我的，我做这么多努力，就是要为了成为像干妈那样的女人。走了。
八年，我爸当了八年娶了我妈，你问我为什么八年不找一个人，你说为什么？ 好吃，好吃，嗯，尝我这个，哥，行啊你，不吃。 你看你嘴上啊，吃的，我自己来。那姑娘谁呀？操蛋，我那小学同学。<笑>就是你那个，小时候一块装可怜卖花那姑娘。对啊，你还抓过她呢，特别怕你。是这三个字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放这。 都说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你小子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你怎么连他都追？有点品味没有？谁追他了？是他老黏着我。那你不会躲啊？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蔡小丹他爸在商城里的名声可不怎么好。嗯，就这会儿功夫，你把人调查清楚了，大哥你疯了？小陈露，你给我记住，我们是上市公司，不允许有半点负面消息。你知道哪是陷阱，谁在背后搞你？那你也不至于调查人家呀。我们不过是小学同学。你哥能走到现在是怎么过来的？该胆大的时候胆大，该心细的时候心细。学着点吧。我可不想学。 你累不累啊？哎呀，真有点累了。我说你没女朋友，是不是哪个女孩追你，你就把人家家底调查清楚啊？哼，臭小子，活该你单身一辈子。哎，我在韩国看见秋妍了。秋妍姐？嗯，她整个人都变了。变成什么样了？ 变得很乐观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可是，我觉得我不认识他了。哎呦，我这鸡我可都看得好好的啊，可没有往你这园子里跑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，胖婶？ 你出个价，我出钱，我把你这鸡都买了，好吧？你说咱们邻里邻居的，老是因为这个事儿吵来吵去的，伤和气，啊？不卖，我呀还等着吃鸡蛋呢。那也行，你要吃鸡蛋，那你就把你这鸡看好了，别让它乱吃东西了。哎，我说你哪只眼睛看见他们乱吃东西了？哪只？啊？我，哼。
你天天往我这园子里轰鸡，拿我这玫瑰园当饲养场，你真当我不知道啊？我现在好好跟你商量，胖婶，你可真别把我给惹急了啊！我这好好跟你。逼急了能怎么着呀？逼急了你来就是，这吓唬谁呀？我又不是吓大的，对不对？嘿呦！妈，哎呦，你俩又吵什么呢？等着的啊，等着就等着，到谁怕你呢？去，走走走走走，你念什么呀？不就在城里有个儿子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有俩儿子呢，俩。你小心点你的鸡。我鸡怎么鸡？你跟谁会手呢？哎呀妈，你闲得慌是不是？怕人家俩儿子揍你啊？不是妈，喂，邓涛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弟儿这回可出大名了。怎么了？你自己回去看看啊，报道啊，报纸上、网上全都有。互联网新锐预言义乌传统模式将会消亡。啊？还预言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是神吗？你能不能别给家里添乱了？哎，小旭，小旭，好好跟你弟弟说话。他听吗？全家人最有主意就是他，比爸还倔呢。我说的都大实话，你去看小商城的摊位费是不是都降了？你再看蔡小丹他吧，根本就不做生意了，把摊租出去，天天打牌。要是实体店买卖好，他爸会这样？他爸比猴都精，他爸代表不了义乌，你也代表不了咱们家。哎呀，都少说两句吧。你说你们哥俩从小从来不打架，现在怎么天天闹啊？我有我自己的公司，本来就跟家里没关系。哎，啊，行，坐着和大爷似的啊。你个高了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你还真把自己当专家了？你有什么资格替义乌说话？你有什么资格？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。你这不叫发言，你这叫惹事儿。你要不能给家里处理，你也至少别给家里添乱，行不行？陈露，不行，哎，小露，小露，小徐，你能不能让我见你弟弟？别在我面前晃了，看着心烦。什么呀你呀、啊！你拿我的手机干什么、啊、你？问一问大半夜是谁给你发的微信？无聊死！又是赵姐，这两个儿子也是又打起来了。你说这个赵姐啊，一天到晚告状，你越老心越小。你怪什么人家赵姐？你不说你那俩少爷爱生事儿？对，都是他们不好。嗯，那就让他们俩打好了。
感情深。像你这么自私，就管自己。你什么意思？睡你的觉，我不想跟你讲话。小鹿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去？中间环节扁平化，取消所有代理商，我们要进行一场电商革命。好啊好啊！网上超级自动售货机，打破了 BRB、BRC、ORO 一切模式。未来前景就是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做出的产品，直接由客户终端进行选择，自动比价、自动配货、自动物流。老板娘，你的公司就要做这种革命性的产品。你知道什么？